恭喜台有黑龙，神龙降临，舒服。哎，今麦当亮嘛哦。哎、欸，你刚才拍无偌济？五百。我拍一支啊，四千。哎、欸，你有拍济？你头过唔是啊？咧拍了扶桑花。我刚拍几啊？哦。太猛了，杰克。哎、欸，今麦当亮嘛。还是爱等你，是不是给你翕了嘛？你翕了吧？有，他拍完了。看会几只，保底十只。哇，可惜这波全自动。哎呀，啊不，哎好啊，全自动还方便，线上也用全自动。伊无装啊？对啊，伊安尼无装，足无方便。搁会晓饲这？按了按了。哎，伊唔是开车的吗？无啊。哦，后壁拢乌马十几乌啊。我当这伊第一支的敲的后壁还是乌马。Oh my god！ 顶间阮群有五十八支敲含的，桃园的。伊来台南大概拢输钱，拢输五千一两万三四万，我一届互伊赢转来。嘛是这吗？哦，安尼袂歹。我倒来去旅行，来拍五百块。我这代我运气嘛做好，拢拍无偌济就乌龙。我已经四变乌龙啊，做神奇。啊，有较好，还是拢保底。我拢无咧保底的呢，我看阮朋友因拢保底，大家乌龙拢保底，啊，我系拢二十几支，啊，上烂的十六支，上烂我系只拍的啊，十六支尔。我嘛是，而且迄时阵我可有拍到影片就算，因为我落遐拍影片，人家讲，干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遥控安怎？如果我是老板，我会用遥控黑龙飞出来，讲偌久乌龙才飞出来，超傻眼呢。多十六支，哎，这敢写当用自动哦？这还当用自动？这应该全自动较方便。我弄一下两百。我陪我聊。哎，可威老师太猛了。啊！我头过是差点他妈虞姬暴击，买火暴击，差一点点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用3500炮、2500炮，不给暴击、哦，是可以拼啦、啊、但是我想说不要好了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他会又给你咬光，真的，那个很鸡巴，真的会这样，不暴击就咬光了。刚好台友想要看黑龙，可是这个要拍到那个瞬间太难了。366模，你抓好啊？爱五转吗？哎、欸，伊家己会抓吗？有设计吗？叶田啊，叶田。啊对吼，伊无一定讲，拢敢那十几转呀嘛。三十二转内。哦。然后搁做机车诶，停诶时阵搁袂当水俩。就等下骗五灯，嘿，就差不多骗五灯，哎、欸，停了吗？准备抓牌。要抓八八七。我爱抓八八七。靠腰。无腰。无啊，伊这从意外何来了？唔是爱五灯吗？应该是这个啦。因为这带好第五顿啊，三小，
我来抓到西瓜，还是这还有傻小大白花的啊，还是这还有我胳膊抓爸爸去来吃，现在是几顿啊，是对对开始啊，神奇你去抓鸡啦，啊不过我是看乌马呢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棒棒，我的鸡是安尼啊，不过伊有的伊唔是迄落，伊有的甲你报同种，可以拿一张。现在是第二只，爱省钱。爱改公摸彩券吗？开七赠一张啊！我两个一斤俩。好、哦。一斤七万。需要、哦。现在拢有。哦，村内啊对哦，村内迄无剩嘛，八八七。回来这种乱的，我要起笑。你种袂乱。我靠，足寒诶！然后足寒，毋过伊内底温差足大。神龙就是不能乱放牌哦，真的有时候都要打到那个转速都有机会飞黑龙出来。没反光，是停了吗？应该还没。停了，牛魔王出来，第一转，第二转，第三转，第四转。第五转，奇怪的反光，上面那边吗？哦，今天影片都拍不下去，太热了。前第三支，这一台也开得还不错，没有很多那个高楼大厦。
角度比较没反光。十转了，还回到沙漠嘞，开了开了，打架，五转的准备，哎，我以为会复活三。第五转，第五转开了，第四机，哇，我是无啥想要落，干这买落偌久？有点不想拍了，好了。第四支怎么感觉枚数很少、啊？第四支怎么才800多枚？对啊，第四支哦，四支加起来大概1200枚。这个角度好像还可以哦。这是你开的吗？这是你开的吗？不是、欸，这不是我玩的。这不是你玩的，这不是我。黑龙，你好屌。没有啦，那个可威、啊，可威的朋友。黑龙。对啊。刚刚拉回啊，现在不就很多猪了？对吧？他下庄之后，二十几转要开门。哦，这么舒服。根本没有用啊，都开到猫了。没输加少四机。哦啊，对啦，吃啦，我未去煮吃，哎，水开，停啊，他挂要30吨才开。第一转，第二转。第三转，第四转，开牌，就是这里会开，这里会开，抓到西瓜，第五只，该死反光。都忘记这里还有枚数，想说怎么开那么多支，这边的枚数那么少，误会一场。台友都要看这个很奇怪，神龙降临有那么好看？好吧，先拍到这边好了，影片长度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先来拿个饮料喝一下。
下开牌。Thank you.